你们对俱佳有什么了解啊？用 rap 的方式唱一段贯口。哈，开始玩我们的环节了。rap 方式来个贯，yo 后有后汉三国又一位莽撞人哟。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，自桃园三结义以来，大爷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，二弟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。差不多得了吧。真的告诉你们吧，这次家庭会你们吃的限定蟠桃甜甜圈是聚太太的心头好，是我们心头好是我们粉丝送给她的，因为有人特意到聚佳论坛里透露这个消息，可能是想给聚太太小惊喜吧。后来我查了个 IP， 那个人就是聚佳人哦，应该就是聚成功吧，他也太浪漫了吧，好浪漫。所以这个甜甜圈是粉丝给的，但是呢这个粉丝是成功假装的粉丝啊。不，他说是聚佳人，但不一定是成功。明天618，我想听卖面小哥用西北方言告诉我，他追女生的礼物清单不能模棱两可，必须要说出十样的东西来。他们说的满意，他们就会告诉我们大秘密。我现在没让我 rap， 你想知道啊？我是西北方言，西北 rap 啊。行，那，闲话，来一碗好吃的面。再就是红包，项链啊，手链啊，啊，扣红，一定要来一个，个烛光晚餐啊啥的嘛。Date，免费赠送一下这个送漂亮，那送个妹妹，免费赠送一个妹妹，啊，要送一本书。哎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啥嘞？难忘的日子里头，一定要两人拍一张照片。哦，类似这个，对。可以了吧？行吗？可以说秘密吧。有油焖。来，赶紧说啊！来啊！等，今天中午吃的那块甜甜圈我也好想吃，但我黑发酚过敏，不能吃。不能吃。之前医生说吃了黑发酚过敏会即刻窒息。他就是因为过敏还接着吃。黑发酚过敏不能吃，但是他们家有一个人借粉丝之手，然后让这个男的死。想知道黑发酚过敏有什么症状的话，除非漂亮美眉和帅气，别情歌对上人间，西北汉子也别闲着。来，你俩唱人间吧，快。回首的过往，粉丝，你得跳舞啊！好跳。天上人间，如果真值得歌颂，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。天大地大，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。我不忍心再起哄，又跟我对视，但愿你听得懂。好，结束。所以有一个那什么，行，谢谢，好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。黑发酚过敏的人，万一吸食的话，就会三个小时后指甲会怎么样？会变成啥？会变黑。那就看一眼死者脚下，黑不黑？So let's go. 果然不黑了。那就说明还是吃了那个的，而且这个人得非常清楚他有这个黑什么病。你们知道了啥呀？我们一起来聊聊吧。你看小智的黑了。三小时吧，不是？对。哦。咱先分享一下我们那个啥啊？哎。今天吃的甜甜圈是有人寄过来的，不是，是有人找粉丝在粉丝群里要的，他们就查了一下这个 ID， 发现是聚佳人。但是这个甜甜圈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有黑发酚病的话，吃完不是会过敏吗？啊，他就会即刻窒息。也就是他的死亡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个气死你，对不对？但那个气死你肯定是有一个有什么作用的，想杀但可能没有杀成功，有人赶在他前面杀了。
哦，这个是什么线吗？这是晾衣服那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晾衣杆的线。断的。拉出来，拉出来看看。拉的。可以挂到那边。是它。再拉。你们把它往下拉。再拉。拉地槽。就哦，它是不是这样？这样放在里边，然后盖上。因为死者的脚底有推墙消丝片，它靠近地漏，这个地漏就能被吸住。脚再一滑，地漏的盖子不就弹起来了吗？这个绳扒回去了，然后把上面的花瓶给打倒下来了，所以毒气泄露。没错。好，作案手法已经知道了，对吧？是吧？酷。我们通过了三个才艺表演，就是怎么呢？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网站。是一个他们俱佳的秘密小论坛。走吧，去电脑那儿吧。搜的是，搜巨太太太想要，巨太太想要。哦，来，巨太太就是会生活，很会吃啊。据我前天看，就在最近的心头号好像是很火的那家李浦西餐厅的限定蟠桃甜甜圈，是吗？这个甜甜圈每天限量发售，据说吃了就会灵魂出窍。我们在家庭当天给巨太太准备这份甜点吃啊，主要配料为灵魂黑发森。看一下推荐那个 ID。草莓泡芙卷，糖醋排骨。糖醋排骨应该是。糖醋排骨怎么了？糖醋。因为糖醋排骨第一个说的。糖醋排骨，他偷拍到了巨太太在直播的时候，看到他手机旁边在看这个甜甜圈。那就是糖醋排骨啊。这个糖醋排骨是居心叵测，他其实是想用甜甜圈来杀人。然后我们在直播间里边，粉丝说他们查出了这个糖醋排骨的 ID 是就是他们家人嘛。对，他会提出这个观点，有可能是一个人假扮俩人也可以。所以呢，这个糖醋排骨是谁？谁爱吃糖醋排骨？谁爱吃甜口的？锅包肉甜口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又到我这儿来了，是吧？你们凭口味鉴定谁是凶手？6月14日12点中午的时候，应该确定这个日期，应该是吧？那天买的，那天发的。你看嘛，他这个是在他身后拍的，这是在哪儿播的呀？巨太的房间是不是？走，咱上那个屋去看看。哦，巨太的播的地方好像是她老公播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儿。是这儿，这边是她老公的地方。对，她就是这个黄色的篮子是装衣服的，然后对的是，她对的是这里，她就坐在这儿，播的，正好这个是她老公的机位。对，这她是坐在她老公这个机位拍的。那这个照片只能是她老公拍的。她老公拍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她老公拍的吧。等一下。6月14号12点的时候，那会儿你也在他家。你去装修场地。对呀、啊。你当时看到了那两个人，那是在外边。那张图外面有谁啊？那张图外面有成功和管家，两个人都在外边，所以成功不是。成功和管家都在外面。对。那拍张照片的是谁？哎，电话。哦，电话响了。哎